哎，提起此事我的脸儿红，孙答应与侍卫来私通、皇上，我才刚一倒炕他就和别人私通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一五一十说来。万岁荣顶啊，我的万岁呀、前天晚上敬贵妃与新嫔去遛狗，忽听到这花壳里头有怪动静，走上近前仔细看，这原来是是谁呀、原来是你的孙大英啊。他搁草坑里干啥的？他的孙答应，他不正经，他跟侍卫扯的一根扔，二人颠乱又打，是汗吧流水偷了个闷。我说此话你不信呢、孙大应他的黄肚兜兜别在了黄肚腰中呢、什么球里。